好，观众朋友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笑动，我是龚宁。如果一个人啊做了什么莫名其妙的事情，我们会戏谑的说他是脑袋呀被门挤了。可是您见过真的脑袋被门挤了的人吗？下面的这个小品啊一定会让您大开眼界。你说过两天来看我，一等就是一年多。什么破手机啊，正听着上瘾呢，没电了。哎呀，我玩点什么好呢？我请勿将脑袋伸进栏杆。谁没事把脑袋往栏杆里伸干嘛呀？脑袋让门挤了呀。就是再说了，我伸它能把我怎么着？就是这个，今天我就非伸不可。这能把我怎么着啊？真是的。哎怎么还回不来了？哎呦，南京真漂亮啊，你看看这大姐，南京真是个好地方，你看这大厦，这大街，这大栅栏，这大脑袋，这是装饰品是吧？拍个照。大姐，你怎么还说话了呀？活着可不说话吗？你这是在练嘛功夫啊？练什么功夫啊？脑袋呀，让门挤了。你是想让我帮你吧？对，你帮我弄出来吧。行，没问题。等会儿啊。嗯。这大白天的啊，你一个大小伙子，脑袋在栅栏里被挤着了。啊。总得有个原因吧？为嘛呀？不为什么呀？对面有个女澡堂子。没有，哪有啊？你看看，不就一广场吗？几个老太太扭秧歌。你这个岁数因为嘛呢？因为嘛？你这个岁数是第三者插足的好年纪呀、啊。人家插足，你插脑袋，够有创意的呀。我没插足。你跟我说，你到底为嘛钻进去？我什么都不为，我就进来了。你帮我弄。我知道了，这里是现有的你后建的这个栅栏。我看似现有的你后有的神经病院。你嘛意思啊？我这是在救你呢，你嘛意思？你救我呀，倒是。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呢吗？啊啊！我救你哈、啊。哎，那个，拍一段视频留个证据。拍它干嘛？省得将来麻烦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叫张丽华，今年38，虚岁39了。跟老公离婚一年多了，心情一直不老好，说来南京旅旅游吧，见见世面。今天我就见到一位脑袋被闷极了的先生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。我决定发扬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，帮助他。首先我们应该科学的分析，我也不知道你卡了多长时间，应该渴了吧，先给你喂点水，补充一下水分。我不喝。你喝一点。喝吧。我你刚才喝了好多了，是不是好受多了？不想喝水。第二步，再给你喂个香蕉。我不吃香蕉。你吃。你别逗猴了，你这补充一下能量。不吃。我不喝。不错。哎呀妈呀，手机没电了。没电了就没电了吧，这跟救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了，
搜集没电了，我这个证据就没了，我这个证据没了，一会儿我把你救出来，我这么貌美如花的村青少女，你再对我起了歹心，到时候我想拿起电话拨个114报个警都不行啊。神经病。这么的吧，大兄弟，你等我一分钟，我去充1块钱的电，马上回来我就救你。你等着啊，你等着我啊。哎，你走了我怎么办呢？哎，哎，大姐，哎呀，哎呀，呀，南京这个城市就是好啊！呀，你看南京这个天，呀，你看南京这个楼房，哎呀，呀，你看南京这个大铁门，咋还有个大丸子呢？这个丸子还是油炸的呢，够亮啊！我摸一下。是，哎，妈呀，谁是丸子呀？这是脑袋。大哥，那是个活的。废话。哎呀，大哥，你搁这干啥呢你啊？脑袋让门挤了。你搁这挤了，肯定有原因啊。啊，小样的，你看你个头型，大脑袋，一个毛都不长。你肾不好吧？不能怎么亮啊，是不是啊？我跟你说，根据你现在这个情况，地面有事儿吧？我看一下，咦，看不着啊，是不是只有把脑袋从里边伸出来才有这种不一样的感觉呢？我试一下。你呀，脑袋伸出来果然不一样啊。回不去了吧？回去啊，活该。这个人有病吧？我搁外边呢，我怎么回不去了？你早打吧你。我怎么了？你过来，大哥，你干什么？你过来，你大哥，你过来，大哥咋回事？你过来。大哥，我跟你说个实话啊，来近点。我跟你说，我大小啊，我就对这个土老亮那个光头特别的感兴趣，你让我摸一下呗，大哥，你让就我一下。你过来，就一下。哎哎。哦，我知道你是干啥的了，你。你们大城市有那个就是啥刚搞那个啥行为骗术？什么行为骗术啊？啊，行为艺术啊！对对对，行为艺术，艺术那是搞艺术的啊！哎，不对呀、啊，人搞行为艺术，人有个帽子，里边还搁着钱嘞，那帽子嘞，哪儿呢？我给你找找。哎，要不能用我的吧？咱呀，我给你放上钱啊，做给你银子，咱呀，我给你能骗不着了，一天骗100多嘞，我跟你说没问题啊。大哥，你咋了？你哭啥呀你？我想上厕所。咦，你看我说那肾不好吧你？赶紧去吧，肾不好憋坏了再。去不了啊。为啥呢？在这卡着呢。啊，那脑袋出不来了是吧？啊。我帮你弄出来。你同意把我弄出来了？我可不，当然不同意帮你弄出来了。你不用手机拍个视频什么的是吧？对呀、啊。我用手机拍个视频啥的哈。我给他提这个醒干嘛呀？快点拍啊！啊，别着急啊，一会儿就没电了。哎呀，你看这是干什么干啥？啊，亲爱的网友同志们，快点说，要不然手机没电了。咦，手机没电了？我这臭嘴。咦，大哥啊，那有特异功能吗？说话的那么准嘞。哎呀，没电了你就不帮我了吧？那说对了，你去找个人帮我。我找个人是吧？啊，对，哥，你这招太棒了，我就找个人去啊。大哥，大哥，手机充好电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我给你打电话报警，我救你，你想喝口水？喝了不？你喝一口。我不喝，你赶紧报警。你别着急啊，我马上报警。赶紧的。喂，114啊。哎呀，大哥啊，我回来了啊！我想到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我弄瓶嘎啦油。嘎啦油？哎，我把这个油往你脸上一擦，然后润滑一下。哎，那管用吗？绝对没问题。是吗？哎，没有问题。出不来吗？没有问题，你试试。出不来呀、啊！来试一下啊、嗯！一、二、三。哎呦！哎呀！哎呀！咋样？真出来了！哎呀！谢谢！别客气，别客气，好人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大哥，赶紧上厕所。大哥，嗯，报。
你怎么出来了？他给我弄出来了。我救出来的啊！我做的好人好事。你怎么给他弄出来了？我已经报了警了，警察马上就要来了啊！来了没看见他，以为我报假案呢。大哥啊，他报警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啊，对呀，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你再回去吧。不行，我得上厕所。还着急上厕所呢？那你跟我回去吧。你回去吧，我回去我丢着啊。不是我关键我这脑袋比他大，我转不进去啊。我都能进去，你肯定能进去，这有嘛进不去？这不就进去了吗？没事，反正你不告警察吗？这有个人不就中了吗？哎，那大哥你上哪说去啊？不行啊，我跟警察说是个男的。哎呀，您说的够清楚的呢，还那我进去吧。哎呀，行了，男的进去，我走了啊。行，那你上哪说吧。你回来，你回来。咋回事？我忘了，我跟警察说是个男的，是个兔子。你说的太清楚了吧，爷？我还没进去。你赶紧进来吧，要不我再坚持一会儿。哎，新的观众啊，可能会发现最近一段时间何云伟的身边啊换了一位新搭档，他呢叫做刘晨，是一位京剧的丑角演员，现在在中国戏曲学院任教，唱念做打呀那是样样精通，跟喜欢学唱的何云伟一起可谓是珠联璧合，相得益彰。他说相声啊，不指着相声吃，对，不指着相声养家，还真不指着。他拿这个相声啊就只当娱乐。对，你看我们演完了以后我们都分钱，人家就是玩票娱乐。对对对对，不指着这个吃，不指着这吃。您是不是不指着这个吃啊？还真不指着这吃。不指这个吃是，那你要指着这吃呢？指着这吃我不是东西。好好啊，那您指什么吃啊？我就指这吃啊。你看还是不是，还是不是给我绕着进去了？那不是绕着进去。家大业大不敢当啊，家业趁扯了。哎，不能那么说。可以这么说，可有一节啊，人丁不旺，担保一点。当然了，由打你们祖上啊到您父亲这辈怎么样，可以说是108辈单传。哎呀，啊！您瞧吧，我们家够悬的啊！什么叫够悬的呀？指不定折谁身上呢。不是，确实是单传呐。是啊，是是是。拿您来说吧，啊，没哥哥，没弟弟，对，没姐姐，没妹妹，都没有，老哥一个，是千顷地一棵苗。哎，老爷庙的旗杆怎么讲？独一根儿。您瞧。卖不了的鸡子儿，这是圣诞。您哪儿那么个俏皮话，哪儿这么句俏皮话啊？就您一个啊，就我一个就完了，对不对啊？其实你不知道。我不知道什么？你不知道啊，一开始你母亲生你的时候怎么样？生了俩。俩？生了俩。哦，俩都一模样。嗯，都这么寒碜，知道吧？俩都一模样，比你漂亮。同年同月同日，不同时。对对对，这在医学界呀，有个名称，叫什么呢？这叫卵生。对，不是这个，打住吧。卵生？对，你们家才诞夫的了，那叫卵生。什么生？卵生。卵生。对了，哎，我记着有卵生啊。卵生那鸡子儿那个。蛋孵的才叫卵生了，哦，那我这口误，那我口误，那我给我更正一下。哎，像您这种蛋孵的，谁蛋孵？谁蛋孵？你要说乱了不是？卵生，卵生，卵生，哎，生了俩，哦，后来呢，淹进一个。什么叫淹进？这都什么词汇？这很小就没了。那叫夭折。对，后来夭折了一个。夭折像话吗？那是夭折，反正就没了一个。哎，没了一个，就落您这么一个了，就剩我一人了，谁家都得难过呀。对呀，您家不一样。是啊，拿您父亲来说啊，很开心。还很开心？就是想得开。哦，您父亲有一句名言，怎么说的？有一个总比没有强。还真是想得开啊。这个有原因呢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您父亲您母亲啊
娶了以后啊，啊，多少年，嗯，都没孩子。哦，那倒是。对吗？那倒是。多少年都没孩子，哎，就盼望要个孩子啊！你算算，那个时候，嗯，你父亲有你那年，嗯，就得九十五周啊，行了，九十六虚，就别虚了。我爸爸96，啊，还能有我？我爸爸身体够好的，啊？不是，反正九十几了。哪儿九十几呀？51岁。51啊，哎，51岁，51岁，我想起来了，哎，我想起来，因为你那个小名啊，嗯，就叫五一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对 对，就指着这个叫的，哎，对吧？对，那个时候没有你啊，着急呀，是是 是，这么大的家业得有继承人，那是，没有孩子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一个人就想，那可不是，就烦，嗯嗯嗯嗯，总归啊，啊，51岁那年，嗯，算把你生出来了，你看看。对不对？嗯，要怎么叫管你叫老生子呢？对，对吧？对对对，老生子，老生子，老生子，就是说明你啊，啊，是唱老生的儿子。对，嗯，谁唱老生的儿子？老生子说你就是唱老生的儿子。老生子就是唱老生的儿子呀。对，那是说明我爸爸年纪大了才有的我，那叫老来得子。老来得子叫老生子，对，反正你父亲也喜欢唱老生，我知道，喜好京戏，对不对？嗯嗯，你父亲没孩子着急呀，啊，对对对，一个人坐在了外院书房，怎么样？对天长叹，您看看，闷闷不悦，犯心思了，哎，老天爷呀，老天爷，人家这是怎么了？啊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我爸爸这是怎么了？我这是怎么了？我爸爸这是怎么了？我到底怎么了？我爸爸怎么了？我到底怎么了呢？你要死了！你才要咽气呢！你这占便宜没完呢！你我不是学呢吗？你别学，我这学呢。啊，行行行，想我刘一弟？谁叫刘一弟？你父亲不叫刘一弟吗？我爸爸是哈喇子是怎么着？刘一弟，啊，刘一抗？谁刘一抗？刘一库，喝的还够多的。刘一库，行了。你父亲叫什么名字？到底行，姓刘什么？您就刘某人就完了啊。刘某某，哎，刘某人就完了。小某，刘某某，什么名字这是？想我刘某人吧。哎，对对对，刘某人，嗯。这一辈子修桥补路，吃斋念佛，您听听，竟是善举呀。对呀，啊，嗯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是啊，人家都有子，嗯，我为什么就没有子呢？对，嗯，你说我怎么就没有子呢？为什么呀？后来你父亲一想，是没子啊，因为这个甲鱼都没子，对吧？合着我是王八蛋，您听见没有？我可没这么说，我可没这么说，别玩笑，啊，我可没这么说。怎么就没有子呢？啊，就是长命子，没有儿子，没有儿子呢。哎，想到这儿，嗯，你父亲就难过了。那可不是，你父亲一难过可不要紧，怎么样？两个眼睛就湿润了。您看看，吧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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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两个眼睛啊，掉了11个眼泪。不是，您等会儿吧，啊。俩眼睛掉11个眼泪，对，因为你爸爸是大小眼儿，你爸爸才大小眼了，你爸爸反正是哭了，哎，反正是哭了，一对一对的，一个人很伤心，正哭着呢，嗯，您说怎么那么巧？怎么了？小丫鬟啊，正好送茶。哦，来在外院书房，你瞧瞧，家里有使唤人啊，有小丫鬟，对对对对，拖着茶盘子啊，我给您学学小丫鬟，您学一学，走起来也是风摆荷叶，是是是。呵，您瞧这作风，来在了外院书房啊，接着门缝刚要推呀，啊，嗯，往里看了一眼，哦，哎，嚯，哎，怎么了？哎呀，什么呀，这么害眼？这老爷子怎么一个人泪流满面呢？哭了，我不免去找内宅啊，报与安人知道。安人就是我母亲。对了，哎，安人就是你母亲。对对对对，员外安人这么称呼。老爷太太。对对对，这都是配套的。哎，报与安人知道。嗯，
行了，别瞧了，行了。报信儿去了啊！一会儿的功夫，哎，你母亲出来了，我妈来了，你母亲，嗯，四个小丫鬟啊，搀着你母亲，都谁呀、啊？春梅、腊梅、烟梅、硬梅。我妈冒着烟都出来了啊！哪有这么几位啊？但是丫鬟的名字咱不知道叫什么，春兰的秋菊啊，秋菊啊，春香啊，哎、这个哎，小丫鬟的名字，对，四个小丫鬟啊，搀着你母亲，对，人少了不行，为什么？搀不动啊，太胖了，没腿，没腿啊，没腿像话吗？有腿，好，四个人拖一线杵了出来了，不是，有腿，哎，有腿，有夹腿，有夹腿像话吗？有真腿，有真腿。有一只真腿啊，这个两只真腿，两只真腿，哎，两条假腿，四条腿啊，你妈四条腿，不是让你说几条真的几条假的，两条真的啊，一条没有假的，又给我搁里头了，他也倒腾不清吗？谁倒腾不清？其实也不用掺着啊，不是那岁数，对呀、啊，又不是七老八，不是那岁数，就是小丫鬟后边跟着，身份要的就是这胖。对了，你母亲那年也年轻啊，是是是是，你母亲那年是98周啊，又来了，99虚，谁99虚好啊？我爸51啊，我妈99虚，这配套吗？这个我想也不对劲呢，30多岁，30多吧，哎，小40，嗯，可不像，是啊。好捯饬啊，对对对对，捯饬出来您看啊，怎么样，像20来岁，会捯饬，20来岁，对对对，你母亲正在年轻啊，哎，细腰炸背，嗯，细腰炸背，扇子面腰，扇子面腰，就跟那孔雀是野鸡啊，那种好看，那东西好看，谁好看，是花好看完了吗？就这个一打那个屏啊，是都是我妈能开屏吗？你这误会了，你就说好看就完了，就是形容扇子面腰跟扇子面那腰似的好看。哎，对，扇子面，知道吗？双肩暴露，细腰大背，哦，那个劲儿，好好好，细眉毛，大眼睛，鼓鼻梁，嗯，薄嘴片，那模样啊，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。您瞧瞧，尤其是啊，嗯，你母亲那两只脚怎么样？那两只脚啊，我就没见过你母亲。哎呀，那两只脚这么好看的脚没看见过，哪看见这么好看的脚啊？我什么样啊？你妈那两只脚 你妈两只脚不是田足，我妈是耗子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不耗子吗？就说这脚是吗？说是田足，不是放足，不是缠足，瘦脚板，薄脚面，没脚没杆子，没箍盖。行了，我让你报名我妈这脚了。就是说这脚啊。特别的四衬，好就完了。别看扇子面腰，小脚那么四衬，走起来特别的稳当。扇子面腰，那么点小脚，对对对，我妈整个一半步倒。四衬呐，走起来也好看。是啊，我给你学一学啊，学学我妈走道，你母亲走道，好好好，稳当。是啊，拿着个大手绢，嗯，稳当。哎，学一学，嗯。我妈要下蛋，下蛋像话？您这找窝呢？这是啊？这不脚小吗？能大不良吗？您就说这得慢慢走啊！您说慢慢走啊？就这么四衬，是到书房这儿来？怎么样？接着门缝一看啊！嚯、哎，我爸爸这干什么呢？这是进来哟哟哟呀！嚯！怎么了这是？踩猫尾巴上了，你知道吗？瞧这热闹劲儿！这混乱！哟，我说老袁，什么？哦，喂，你再大喘气，我抽你啊！你妈就这毛病，老员外，哎，每天欢不愣跳的，欢不愣跳，欢天喜地。哎，对了，今日为何愁眉不展？对呀，咱都是老夫老妻的了，哎，有什么碍口的话啊？还怕跟我说吗？就是啊，我问问你啊，这些年我是缺了你的吃了啊，我还是缺了你的喝了，嗯，是缺了你的穿了，还是缺了你的带了？对，咱都是老夫老妻的，嗯，还有什么碍口的话吗？就是啊，哎，
我问你，咱们这么些年过日子，可不是有些年过日子了。这么些年过日子，我得跟你好好的唠唠啊。那可不是得好好的唠唠吗？那么您等您等会儿吧。我说啊，我爸爸吧这样啊，对，我妈妈这样，这俩怎么搭配来的啊？你父亲站着，你母亲她就坐着。您就别再说坐着了，啊、不说坐着了啊，反正得聊一聊。对，哎呀，鹌鹑呐，这是鹌鹑，这鹌人，鹌人呐。哎，我问问你，嗯，我把你取出来多少年了？您听吧，我妈是公积金，取出来干嘛呀？那叫取过门来，取过门来，多少年了？哎、嗯，你母亲一想，哎呦，你娶我呀，哼，600来年了吧？我妈是老妖精，600来年呢？多少年了？几十年了，几十年了吧？几十年了。赵娃，嗯，几十年了，嗯，我问问你，嗯，给我生下一儿了吗？没有。养下一女了吗？也没有。赵娃，赵娃，无儿无女，我要你何用？您看看，干了，怎么样？一说这话啊，要了你母亲的图财害了。你最好把那命字带出来。我说话节约嘛，真要了命了。是，因为你母亲从来就没生养过。哦，街坊婶子大娘坐那儿闲聊天、啊、就怕提养孩子。别揭短儿，一提养孩子，吧嗒掉脸儿，生气了。这你父亲当面问啊，受得了吗？受不了啊，伤自尊了。是是是是，一听这话，你母亲呱嗒一下子脸就沉下来了，不干了，一轱辘车啊，翻了。您瞧瞧，酱肘子出锅，这是绷了盘了。哎呦，兔爷沾巾，这是绷脸了。您瞧瞧。兔爷拍胸口啊，满空了。哎呦，兔爷折跟头，怎么样？窝了犄角了。是是，兔爷上摊啊，卖了。兔爷过河，一滩泥了。兔爷捧哏，该拦着点。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我们家哪那么多兔爷呀、啊？这搁在一块儿，它热闹啊。不要那个，它热闹。不要那个。要！我妈碎嘴子。公公在世，说我们不生啊。婆婆在世说我们不养，嗯，不生不养啊，那是你们家的德行。嗯，别看在你们家没养活，在娘家当姑娘我没少养活。什么小花猫？走，你再大喘气我弄死你。小花猫，不生不养，你得修好，你得积德，你心不诚。这话对，一想对呀。嗯，得拜佛呀。是是，得拜佛。对，得拴娃娃。哦，拴娃娃。拴娃娃明白吗？明白了。好，过去那个姑母俩呀没孩子、对，就要到那个娘娘宫啊，嗯，拜神求佛。没错，拿根红绳啊拴那泥娃娃抱回来就生养了。这不是迷信吗？就是。可是你父亲你母亲他信呢。哦哦哦哦，为了你还真下心。怎么样？你母亲为了你，嗯，去了普陀山。为我。你母亲为了你，嗯，去了五台山。为我。你母亲为了你去了狼牙山。为了革命的胜利。这还可以？狼牙山像话吗？啊，狼牙山像话。这个京西狼牙山吗？那是狼牙山吧？那是京西妙峰山。妙峰山几儿开呀、啊？4月初1。四月初一，哎，你母亲腊月30就到位了，头年就去了。那是就赶这头一炷香。哦，那么虔诚。因为你去的再早，赶不住头一炷香、嗯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那当然了，哦、归其你母亲怎么样？住在庙里了。我妈住庙里了，多给俩钱儿呗。哦哦哦。老和尚很高兴，是是是，一看这是施主来了啊，要敬一敬山。嚯，要说敬山，所有的人都轰出去，怎么样？不可能，办不到。你们家虽然有钱啊，还没有这个势力。那可不是。但是这个大雄宝殿里头、嗯、不留闲人，这就不错了。老和尚亲自嗯把施主请出去，各位各位活动活动啊，外边溜溜，各位，哎，咣当这么一声，大雄宝殿啊。这门紧闭，您瞧瞧，大殿里头啊，不留闲人，哎，就你母亲一个人，对，还一老和尚，什么您了？还一老和尚，还一老和尚像话吗？像话吗？让他出去，
对，你母亲也是。嗯，小和尚去。对，小和尚去。小和尚进来，小和尚也出去。小和尚出去。哎，老和尚进来。这非得留一和尚是怎么着？哎，对，非得留一和尚。为什么呀？和尚盯着敲磬啊。哦，盯着敲磬。永庆生平，小丫鬟呢？那是贴身的丫鬟啊，得伺候着，不离身儿，那就对了，对不对？嗯嗯嗯，你母亲跪在地上，哎，还要祷教祷教，祷教祷教，那叫我妈是驴是怎么着？哎，那叫祷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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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嗯，老娘娘在上，嗯，奴家我流门盲事在下。你妈才流氓了。不是，什么呀？什么什么事？流门什么事？流门何事？嗯，什么事？何事？合适吗？合适。是人人可合。姓何？姓何。哦，好，行，可以。嗯，老娘娘在上，奴家我刘门，咱不提什么事了啊。他又不提了。您保佑我，嗯，您大发慈悲，对，赐我一肚子子吧。您赐我一肚子子。你妈才一肚子子了。啊，您赐我一死吧。我妈自杀去了是怎么着？赐什么？一子。您赐我一子。哎，我要重修庙宇，再塑金身，这就对了。说到这儿，你母亲趴地下就磕头。哎，当当当！您听吧，我妈这脑袋是铜的。不是，和尚敲磬呢。当，咱别一块儿说行吗？不是，他为找琴配合呢。当，别一块儿说。啊，不一块儿说了哈。别一块儿说，反正是磕头了。对，磕头完了以后，小丫鬟把香，嗯，点着了。交给你母亲，你母亲把香递给和尚，和尚把香插在香炉里边，开始拴娃娃，这就开始了。哦，庙里的娃娃太多了。是啊，大娃娃、小娃娃、高娃娃、矮娃娃、胖娃娃、瘦娃娃，哪个娃娃，嗯，要是对了你妈的眼儿，怎么样？那就是你，拴的就是我，拴的就是你。哦，找啊，找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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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找, 找哪儿啊？哪儿啊？嘿，一掀这个供桌啊。一看你在供桌底下待着呢。我都藏桌子底下去了，吃包子呢。您见过哪泥娃娃吃包子？对，就是拿一小包子。哦，这造型。对，哦，有那说书俑，不还有这样的吗？哦，对对对。您这拿包子往这边走。哦，您明白了吗？这么意思。哎，对了，正吃包子呢。哦，明白了。您母亲高兴坏了。哎呦，这是我的娃，这是我的儿，我喜欢这个娃子，我爱这个娃子。这个娃子怎么那么好呢？我妈怎么还倒听呢？怎么还？高兴了。哦，是是是。赶紧的把你拴好了。啊，拴好了以后怎么样？回到家去。嗯，怎么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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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母亲身怀鹿甲。是啊。有你了，怀孕了，你这玩意儿不服不行啊。嘿啊，各位，这玩意儿不服不行啊。好 啊你服不服？好啊，你也得服。我服，我服，对不对？哎，简哥您说怎么样？你母亲那个肚子，嗯，是一天比一天大。那可不是，一天比月份足了。跟您这么说怎么样？高处有东西怎么样？你母亲不敢够。为什么？怕把你抻着。怕抻着我。掉下东西了怎么样？不敢捡。为什么？他把你窝着。您听听，有个屁都不敢放。为什么？他把你崩。成演员搞创作呢，要跟班作业，掌握第一手素材。哎，那天呢正好是我值班啊，我刚上班，一推门进来一位老太太。老太太送来一串钻石项链。捡的。捡的。嗯，老太太一说我才知道怎么回事。怎么回事？是早晨起来呀，我们姐儿几个在那个北海公园，我们在那儿锻炼身体。哦，天还没亮呢。嗯，我就看大树根底下闪闪发光。哟，嗯，闪闪发光。我捡起来一看，好家伙，项链。就这个。嗯，项链上面你看还有一钻石的坠儿。哎呦，你快帮找找看谁丢的。这么贵重的东西怎么会丢了呢？后来经过调查才知道啊，这个项链啊是一对法国青年夫妇
到中国来旅游结婚，这项链是他们两个人的定情信物。外国人丢的，这东西一丢，两口子非吵起来不可。多着急呀！后来在外事部门的帮助下，我们终于在友谊宾馆找到了这对外宾，赶紧给人送去。饭店经理领着我们来到他们两口子住的房间门口。嗯，我刚要敲门，一听不行，怎么了？不能进啊！里边两口子正互相埋怨，吵起来了。就听那女的说：“嗯。”都怪你，怎么了？傻了吧唧，傻了吧唧。昨天晚上啊，在北海公园，好地方，我们决定举行订婚仪式，合适。当时你把我们两个的定情信物钻石项链戴在了我的脖子上，得戴上。戴上以后就完了吗？是啊，没想到啊，你非要跟我争这个，争。这个我说 no 不要不要，中国人都不在外边争这个，他全知道。可你非要跟我争这个，嗯，我怎么劝也劝不住，也不知道你犯了什么邪劲了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说怎么办？那你就争吧。嗯，结果你跟我一争，这个把这个争丢了。嗯，他能不丢吗？你说。我一听，别让两口子太为难了啊！进去吧，赶紧的，说明了来意，把这钻石项链一交，那金发女郎就更受感动了啊！戴上了金项链以后，冲着我俩眼含情脉脉，伸开了双臂。我一看，坏了，怎么了？他要跟我整这个啊？怎么办？那是怎么办？赶紧闪开呀！什么？闪开！闪开！啊！闪开是来不及了。那你打算？打算施圣杰堂堂的相声演员，我还在乎你整这个吗？我往他跟前凑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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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站好了，一闭眼就听，哎，就这一下吻上你了，亲他自己丈夫一口。嗨，俗话说啊，人吃五谷杂粮，那没有不生病的。生病了要去医院看医生的道理啊，大家都知道。可是偏偏有这么一种病，这医院呀，还真是看不了。怎么回事？一起来看。相声就是为了让人笑，哎，就是逗乐的。我常听相声，爱听，只不过跟你们这些人不太熟，那是接触的少。哎，以后咱多走动。哎，多亲多近，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啊！啊啊，你圆一声可以啊。你要是身体不爽啊，啊啊，哎，要是不舒服啊，哪儿不得劲儿啊？哎，你圆我管。哦，您管这个？哎，对。那么您是干什么的？我呀，啊，我是一个医务工作者。哦，那这么说您是位大夫？对，嘿，太好了。您在哪个医院工作呀？我不在哪个医院，嗯，我准备自己开一家医院。哦，是个体诊所。是啊。那么您这个诊所是内科还是外科呀？既不是内科也不是外科。哟，那是什么科呢？特科。特科？特别科。哎呦，还真没听说过这科。哎，特科。哎，您这个特科都治什么病啊？治两种病。哪两种？一种是没症，嗯，一种是不症。每一种病都带一个没字儿。哦，就是没这个没那个的。那没哪个呀？那可太多了。那您说说行吗？我专治没根基，嗯，没品行，没良心，没厚诚，没人味儿，没德行，没材料，没准性，没王法，没见证，没矮和，没谦恭，没真章，没信用，没身份，没尺寸，没通融，没活变，没恩典，没情面，没心胸，没志气，没出息，没教育，没奈何，没好脸儿，没血心，没好心眼儿，没茬找茬，嗯，没事儿找事儿，没缝下蛆，没理儿脚理儿，一切的没上没下，没大没小，没囊没气，没心没肺，没皮没脸，没羞没臊。包括呀，啊，没有准爸爸等症，我全治。我这都是病啊。哎，那么得了这个没症，吃什么药呢？得这个啊，那得吃伸腿瞪眼丸。好不了。对，您听听怎么样啊？
一伸腿一瞪眼，完了。不是，一伸腿一瞪眼，病完了。那么人呢？人好了。哦，那么这是没症。没症。刚才说还有什么不症啊？不症。哦。每一种病，头里都带一个不字儿。哦。就是不这么着，不那么着的。他不那么着呀。也不少，您再说说吧。专治不公道，哦，不体谅，是不憨厚，不认账，不服劝，不学好，不实交，不妥靠，不齐心，不努力，不明理，不客气，不容份儿，不让过，不使劲儿，不认错，不出血，不顾面，不识茬，不上钱，不吃亏，不饶人，不单词，不插泥，不知自爱，不守规矩，是不懂好歹，不顾名誉，一切的不伦不类，不管不顾，不三不四，不依不饶，不通情理，不是东西等症，我是进阶治之。这都什么缺德病啊？这是、哎、不是，那么要是得了这个不症又吃什么药呢？这得吃绝命丹，好不了。怎么了？这都绝了命了。不是，绝对保住他的性命。哦，这么回事。哎啊，那么您这个诊所什么时候开张呢？即将对外门诊。哦，这就要开张了。很快很快。太好了啊。这么着，开张的时候给我来个信儿。哦，我去给送块匾。哟，那谢谢吧。上写四个大字，甭问，准是妙手回春，赶紧关门。这什么话？这是？这还什么话呢？嗯，这说了半天什么没症啊不症，这都是病吗？这都是人身上的坏毛病，有了这种毛病的人瞒还怕瞒不住了，还往外说，谁见过这样看病的？大夫，您受累，给我看看，我这人呐没羞没臊，哎，我还有点不是东西，这都像话吗？有这么看病的吗？哎，也不是，有你这一问，有吧？你说嘛，他有这种毛病啊，自己不往外说，拿他没办法。就是嘛，没关系。怎么了？没关系啊，我能看，能看，就凭我这双慧眼，嗯，我能揭皮断瓤。你这买西瓜呢是怎么着？我是观其外知其内，如见其肺肝然。嚯，这人有病没病打我眼前一过我就一目了然。哦，您真能看出来？当然了。那太好了啊，今儿来的人也不少啊。这么着，您给看一看哪一位有这种病。在哪儿看？就在这儿。往这儿看？嗯，废话吗？嗯，这不很清楚吗？怎么清楚了？在座的各位红光满面，精神愉快，身体健康，这儿一位得病的也没有。哦，这儿一位得病的也没有。没有。有你也不敢说呀。哎，你看不出来我相信真有这么大能耐吗？你还别呛火，我这不是呛火、哎、冲你这一说怎么着，今儿我真得看看。那你就给看看。咱把话说头里。什么话？比如说我看出来了啊，这儿有得着病的怎么办？被他指出来给他治病。他要不治呢？他敢不治不行，我把他提了上来，这是给社会清除败类。嗯，怎么样？那我就看看。你看看啊。看，开始啊。啊，都坐住了啊，把大门关严了。谁也别走。您没病，您没病，您甭害怕。有病他可跑不了。什么意思？这是？也别说，嗯，看了半天，这儿还真有一个。谁？你？我。我就知他得说我有病啊。嘿嘿，有病。我有病。病了。嗯，你打听打听我这饭量。饭量。嗯啊，早点，俩大馒头，半锅豆腐脑，外带四颗油条。我有病，我是吃得饱睡得着。
有这二有病的吗？你说你吃的多呀，嗯，这正是病，嗯，回光返照，啊，这也属于没症，这就是没症。你是没皮没脸没羞没臊，你都没日子吃了。我呀，吃的越多，病越重，是吗？你大概自己没注意吧？怎么着？你找地方看看哪儿有水。你照照你自己，照照你这模样，不是怎么意思？怎么意思？你已经走进了，我你看变形了，你看这是吗？什么模样？抬头纹也开了吧，眼睛角也耷拉了，鼻子翘也翘了，耳朵边也干了。你呀，病入膏肓啊！哎呦，你够呛，离他远点啊！传染这东西厉害啊，哎、着什么不轻。哎呀，这么厉害，大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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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您行行好，给我治治怎么样？哎，我这人心软。嗯，完了吧？等哪天？等我那个医院开业，我给你信儿，你头一个来。别等着开业，那不耽误了吗？嗯、您现在就治行不行？现在啊，在哪儿治？就在这儿，在这儿啊，当着这么些位，那怕什么呢？我当然是不怕了，主要的是你这个病啊，都是那见不得人的病。我呀，我要诊断出来，往外说不说？说，我一说，大伙儿听听啊，这黄宗民敢这样，哈哈，人一乐，你脸上挂不住了，准来个不认账。知道的是你不承认的，不知道以为我这大夫没能耐呢。当然了，我这名誉是小，你这病就耽误了。哦，不不不，大夫您多虑了啊，我不是那不认账的人。哦，咱这样行不行？实事求是。嗯，哎，有。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行不行？哎，你要有这态度，我可以给你保证这个态度。那我先给你号号脉。对，看病就得先号脉。对，你搬把椅子。哦，对对对，啊，搬椅子。对对对，嗯，来了。嗯，大夫您请。你坐下。嗯，您坐呀。你坐。您是大夫。你是病号。哎，我这就病了。啊，那好，我坐。再往前点。哦，哎，好。我先给你号号脉。好，因为你这个病呢究竟是多严重，我现在不好说。那是得号完脉以后呢来掌握，那就清楚了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呢。也许呢你是积劳成号脉。号脉往往这个小病啊不治养成大病，小小的疖子养成疮，人呢这儿在这儿呢，咱说是因陋就简，对吧？因地制宜，你还治不治？不治，我坐这干嘛呢？这是你不捣乱吗？你怎么回事？这是不是？你老摸我脑袋干嘛呀？这是号脉啊！好嘛！不是，您还是大夫呢？啊，这号脉连脉门都找不着，合着怎么了？号脉有摸脑袋的吗？得摸这儿啊！你说这儿啊，仨手指头往这儿一摁，中指找关骨，掌后骨为关，左右六脉通人的心肝脾肺肾。对呀、啊，中医大方末。是，你这是内科呀、啊？您这是特科。这要号脉，就是脑袋。哦，就得号脑袋。坐下。哎，好。我哪知道啊？放前面。哎。啊！啊！怎么了？哎，怎么了？这怎么回事？这个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啊！这手指头怎么全耷拉着？啊！这你这抖了啊，一阵抖了，能不耷拉吗？啊，是啊，要耷拉你全耷拉，当间这怎么还直抬头啊？这个。哎这个耷拉不下来，这顶多就往后缩脖，知道吗？也就是这意思。去你的吧！不是，你拿我开心是不是？我病成这样，你怎么一点？我这特科你懂吗？你懂吗？你治过吗？我没有啊。对呀、啊，我怎么号脉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哪知道？我这就这手法，通过这四个爪，知道吗？哎，把这信息传到这个这儿，我好诊断到底是什么病。哦，就这种手法，就这样啊！你那我误会了，大夫。那你那样，那怨我，怨我，大夫，怨我。
爬的还挺快。别探头了，回去吧。最近这个饮食怎么样？吃的不少。得节食。哦。节食。你弹嗽一声。什么？就是咳嗽一下。哦。完了，要死了。谁呀？谁要死了？没底气了。那哪去？你告我大点声不就完了吗？兜着丹田，啪来这一声。没问题。哎，大点啊，来。弹嗽一声。哎呀！哎呦，你这个病啊，可不轻啊！不是啊，没病也让你吓出病来了，够呛啊！大夫，我这是什么病啊？这个还没耗出来呢。瞧这眼睛直大。玩笑，耗出来了。啊，那您就说说吧。说的不一定对啊。根据我这个诊断，你这个病啊，大概其是由气上所得，怎么样？哟啊，罢了。怎么着？呵，大夫，冲您这一句话，我算服了。服了吧？嘿，我这病啊，就是由气上所得。啊、怎么样？好生闷气呀、啊，一看见那不公的事儿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行，恨不得这气儿。别说。还往脸上贴金呢？怎么了？你刚说这个啊，那叫急公好义，打抱不平。我就这样啊。你不是内气。我哪个气啊？你属于啊，气人有，笑人无，这种气。哦，气人有还笑人无？哎，气人有啊，别人呢跟你同行的，比你混得好，比你能力大，比你挣钱多。你呀，气得不行啊！哎呦，心里受不了，纠合一帮人毁人家，想法把人踩下去，你才高兴。气人有，笑人无。人家要不入你新来的，呵，你在人脸前撇着大嘴，拿人不当人，欺负人，欺负老实人。你这人见着老实人拢不住火，就是你，欺负老实人，踹寡妇门，有没有这毛病？气人有，笑人无，有没有？不可能。啊！你看我这人我能那样？完了，不治了，行不行？哎、你有病你带着，与我何干？我不管。这就翻的，不，大夫您别走，您接着给治行吗？怎么治？没法治。怎么没法治了？不说实话呀！哎，大夫，不是我不说实话啊！您刚才说这个什么气人有笑人无，我不记得我有这毛病。你看，哎，李家存、那年挂急诊哦。挂号我给垫了5毛钱，我找他要了吗？这多少年了，我早忘了。行，您听他举这例子，挂号急诊5毛钱，这什么年头吧？你说1970、啊？行了，别说了，就这么点事儿，你还斤斤计较，说明你这个人眼光短浅呢，知道吗？心地不善良，是吗？你还不是这个，咱就说气人有，笑人无这种病。自个儿有没有？说实话，不打算治啊，就没有。不是，打算治不打算治？治、啊。说，那就坦白啊，如实的说，替人有，笑人无，有还是没有？说，有点儿，可不重，不重啊。看过吗？没有啊，耽误了啊，又勾出病来了。是啊，先是气人有，笑人无，又天生净光棍怕财主，对魂汤下臭物，乱社会拜风俗，又缺功德少公理，敲竹杠拍马屁，抱粗腿捧臭脚，一片嘴两片舌，长处接短处掐，软的欺硬的怕，一马勺坏一锅，你是锅里吃了锅里拉呀。我呀，敲锣边站钢样，说大话使小钱儿，架势里吹牛腿，不顺南不顺北，六亲不认，吃里扒外，以怨报德，见钱眼开，得便宜卖乖，借风使船，假公济私，引恶扬善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口蜜腹剑，笑里藏奸，你是赊借如白捡，卖脸不卖身，受冤不受敬，认假不认真，朋友当冤家，翻脸不认人，你是拍打喝虎下，坑蒙拐骗蒙
能，粗细短剑狠，霸道厉害怪，一切的尖角曲滑，阴毒损坏，偷摸抢拿，活扒灯踹，狼心狗肺，鼠肚鸡肠，不合人道等症，你是进阶有之啊！这缺德病全让我得了，你这病我治不了，另请高明吧你。哎，别这大夫大夫，您给我开点药，吃药不管事啊。那把我送医院，住院也救不了你。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也别说，还真有个偏方哦，打针枪毙。哎，不治了。还来电报了，老舅死了，老舅。谁是老舅？咱妈的老兄弟呀、啊，咱妈去不了，你赶紧买车票上德州，上人家去一趟，人到礼全，我都给你准备好了，书包、饭盒、钱都给装好了，你赶紧上德州买票走。嘿，好，我去。马虎提了书包奔车站买票上车了，坐在火车上，一会儿一问，问列车员，到德州了没？没到，你请坐。刚坐一会儿，走两站还问。到德州没到，待会儿还到德州，你请坐。到州我告诉你，到了我就告诉你啊。哦，坐这儿闲得难受啊。刚一低头，瞧见自己鞋带开了，哎，就系鞋带，系着鞋带往这一坐，哎，不行，我得接小手，我接小手。老大说，不是，厕所在那头呢。哦，站起就走。老大说，哎，鞋带。你鞋带跟我鞋带系一块了，解开，行，哎呦哎呦，刚解开，刚坐这儿，列车员这喊，前方停车站，沧州到了，沧州车站到，哎，咋到了？我嘿到了，拿书包就走，老头哎，我的帽子，你书包在上面呢，哦，对，拿书包出车站了，一打听，沧州，不是德州，哟。嘿，车已经开了，开走了，好嘛，不是德州沧州，哎呀，干脆不去了，不管你老舅大舅，谁叫我不去，回家买票回家。